啊，兄弟们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，准备出发。一共45.7公里啊，搞起搞起，时间不早。兄弟，醒醒啦，骑行开始了。往前面走啊，搞起搞起。总感觉差点什么，原来是小狼子啊啊，有个小狼子骑骑神兄弟们。哎呀。维西线50，塔城镇130，香格里拉250，香格里拉，呵呵，香格里拉大酒店，我是输了。啊，今天也热啊，兄弟们，紫外线特别强，知道吧？云南这边天气就是外面很热，但是你在屋子里面又不热。那有一个马。这个桥叫什么共兴桥，蛮有意思的，过去看一下。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共兴。啥玩意啊？就是那种铁桥，知道吧？兄弟们，你们看下面的水。突然有感而发。不是里边有一首诗吗？是吧？《将进酒》，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思如倾暮如雪。啊，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钗空对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啊，该说不说了，兄弟们，见笑了，见笑了。啊。走走，赶路去了！哎呀，浪费时间，浪费表情，真的是。搞个箱子吸神再说啊，别整那些没用的。昨天晚上有点事情啊，忙到凌晨2-3点钟才睡觉。今天骑车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身体软绵绵的，特别是这个手啊，好酸啊，还有这个脚啊，骑不动。上坡前靠推啊，我靠。哎，今天这个紫外线是比较强的，热得很。哎呀。完了完了，扛不住了，兄弟们。哎，走走走，赶路赶路。哎呀。还有30公里啊，兄弟们。这里是一点信号都没有，我真是服了。水也没有了，看前面有没有卖水的吧。啊，推车啊，推车啊，兄弟们！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那个坡，啊，好吧。然后厕所也没开门，我也是服了。前面应该有卖水的了吧？啊。渴死了，骑了快30公里了，就半瓶矿泉水，早就喝完了。我靠，路上一直没卖的。大家，这里是你的是吧？来，对，16克，5袋。两根雪糕，一瓶东鹏，一瓶脉动，16块钱啊！感觉快中暑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吃上一吃，来，小老弟们先吃。
有点上头啊，兄弟们。兄弟们猜中了没有？我也不知道。过年了，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兄弟们，你给我来个死亡传召啊！今天的第二个了，你看，我靠，完了呀，眼泪气都没有了。是宝隧道啊，好像不是很深哎。今天简直啊，一直在爬坡啊，兄弟们，起码爬了差不多15-20公里，吹着走啊，那么大太阳，唉，人家都说我好吃懒做，好吃懒做，其实出来骑行啊，好像是比这工地上班还累，真的，你不信你来试一下，兄弟。这边房子蛮奇怪的，嘿嘿，哦，那边的营业也好看啊，兄弟们。今天的第二个隧道，幸福1988米，2公里吧。太难了，兄弟们，好热啊今天。走走，进隧道。把灯拿出来啊，马上进隧道了。关键有点怕怕的，兄弟们觉得呢？兄弟们，就是会不会发凉，知道吗？突然就下雨了，兄弟们。那个风景怎么样？衣服都湿了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！走了走。啊，兄弟们，终于到了。啊，兄弟们，到这个维西县活血路了啊，这里休息一下。我看刚那个露营点还蛮贵的呀，我靠！哎，兄弟们，整个县城最便宜的59块钱啊。哎，难搞啊，太贵了，管他的，搞起。OK， 兄弟们，一共3.3公里啊，兄弟们，咱们导航过去吧。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看那个路，该师傅说的有点吓人啊，那么长的上坡，鬼气的动啊，我真的是服了。还有2.7公里啊，房间开好了啊，兄弟们。208。好黑呀！可以的，兄弟们。这厕所也还行，我不喜欢那个马桶啊。可以的，兄弟们。蛮直的啊，该说不说，非常有那种少数民族的特色啊，兄弟们。还挺满意的，挺满意的。哎呀！兄弟们，挂壁房落实了，然后咱们是吧，出门为云南这个 GDP 做点小贡献，这个扛不住了。白天从这里路过的时候，感觉不怎么样，晚上出来感觉特别繁华，兄弟们。搞点烧烤吃上一吃啊，兄弟。你先给我炒个炒饭吧。好好好。
咋了？五十七啊。嗯。哎，难搞啊！这点破玩意57块钱，两瓶啊，小啤啤，4块钱一瓶，58块钱。来，兄弟们吃上一次，小老弟们先吃啊！也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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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。一共消费65块钱，晚上我靠，日服了啊！这东西是打个啊小饭，炒饭可以啊，好的还行，该说不说的。满分10分能打个啊7.8分吧，还行。看这个是啥玩意？不知道，有点像猪肝。嗯。也还行，这能打个7.5分，不然打个7.6分，这有一根猪毛，看到没有？大鸡腿，那鸡腿烤的不香是吗？味道太重了，盐吧太咸了，然后太烤的太硬了，硬邦邦的，就吃起来就是烤像烤糊了一样，知道吧？